It's you and me, girl, to live. 杨宇的爸爸没给最近报，像是最近啊，军纪问题啊，就是延烧，所以导致军事迷发烧友的话题很火热。四月份呢，就来了一位俄罗斯的正妹，她叫做 Elena Delizio， 她就是长相非常的青春靓丽，可是她却喜欢那种军事风的 cosplay， 所以她每次都会穿的那种迷彩服啊，拿着猎刀啊，然后什么十几公斤的火箭筒啊，当然还有最近非常火红的头盔咯。所以啊，台湾的网友们就拿她的名字来取一个谐音，说听起来很像是伊莲娜的李倩蓉。所以呢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位来自俄罗斯的李倩蓉吧。最近网络上疯传，让无数网友燃起战士魂的俄罗斯的李倩蓉，造成生存游戏专卖店业绩大涨的俄罗斯正妹伊莲娜李倩蓉就是她。伊莲娜光是露出这对像是玻璃珠一样的眼睛，加上这身专业装备，就已经让网友们蠢蠢欲动，想马上扛起枪报名当护花使者了。不过她真正融化战士们的心，还是当她拿下面罩的那一刻。呼呼呼，这白皙的肌肤和深邃的五官，果然是个战斗民族正妹无误呀！难怪一看到伊莲娜的真面目后，大家都疯了，为俄罗斯军武小龙女。如果看到虎哥，我都想拿起珍藏多年的65K2跟他交手一番啦。不得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人家，虽然他玩的是空气枪，但这些家伙可都是重装备呀。除了他这身的军迷彩军服跟必备的防身装备和弹药外，来，手上拿的是仿真 AK 系列，重量高达3.5公斤，台币约12500起跳。还有这一把 Made in China 的 Masada， 呵呵，也是把民间等级的抢手货呀。而且就连近10公斤俗称的火箭筒，伊莲娜照样可以扛上场。这下你知道战斗民族的正妹就是不敢困了吧？许多网友也注意到了他这顶头盔，可说是让他看起来更可爱的重要装备，纷纷表示有 cosplay 宝宝不用带到200万的头盔，只要他这顶约3000元的战斗头盔就够专业又可爱了没？丢不丢啊？而据悉，还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学生的伊莲娜，投入生存游戏兼 cosplay 之后，拍摄了许多军事美照。呵，在俄罗斯算是军武女神，但是人家可不只是玩玩，是来真的。他不但有个隐藏暗门，门内就挂着数把爱枪，活像是007一样。他也常在社群网站上自剖，像是 L96 狙击枪。还有这把超专业的复合十字弓，哈哈，也是他的收藏之一。更不要说这张用枪当棉被的模样，网友们你们火力够吗？其实人家毕竟还是女生，私底下当然也是有碎碎的美照啦。像这张抱着大胸部的照片，就充满了粉红色的氛围。这样能舞又能玩，就连虎哥办公室的同事们都迷上了他。再加上之前介绍过的最正俄罗斯空军女兵，不管是玩 cosplay 的，还是真正的女兵，都这么强的，难怪网友们都表示机票一定了。要贵了吧？吼，人家还可以一字马，战斗民族就是 OP 呀！报道。